what if? What if we left today? What if we said goodbye to safe and sound? What if? What if we're hard to find? What if? What if we lost the minds? What if we let them fall behind and they're never found? And when the lights start flashing like a photo booth and the stars explode. 我们现在去玩这个侏罗纪什么东西的，我也不知道。哎，就是这个小飞车。就是可以路过像电影里面那些什么恐龙啊什么的。过来了过来了呀，手抱肩不录了，突然间甩一下。看这个激动人心的音乐已经开始让人振奋起来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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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挑战坐最后一排吗？我要。来都来了，我们今天就贯彻一个来都来了，把来都来了贯彻到底。我们现在下来了，坐了最后一排，太好玩了。这不是咱网红吗？咱们的网红大哥威震天。哎，威震天，你在干嘛呢？威震天，这是什么意思？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嘿，哦，这是你的战斗姿态吗，小家伙？那好活跃呀！大家都这样吗？我们一定是在这里。都这样上去的人。你好，小家伙。你好，小家伙。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呢？今天来了环球影城。哦，感谢你的热情。很高兴今天能够见到你。我也是。希望你能在梅特罗贝斯留下美好的回忆。上楼了，带着他。我们玩了一圈了，今天来吃饭来了。就是说呀，怎么有人能打这么一大盘的蘑菇呀？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呀。土豆，蚕豆鸡，有豆吗？豆呢？豆呢？有豆吗？土豆，来一个土豆豆。我只会打那个弹舌音，只会打一个，就嘚嘚。我不会打好一长串，你会吗？我感觉男生是不是天生就会这样嘚嘚嘚？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好多男生在班里打那个机关枪，就打机关枪，就这样。不是，人家就是正经嘚。我刚才不正经了。你那。你是自己学的吗？天生就会。为什么呢？我之前还练那个嘚儿嘚儿，我只练出来一个嘚儿嘚儿。早上出门，我是喝了一个美式，然后。你喝了美式，然后坐霸天虎，你不会吐吐吗？先做了一个那个什么，来飞跃侏罗纪。先是侏罗纪，然后霸天虎，然后是那个四 D 那个。他也没有感觉自己飘吗？好
我确实感觉好像没太走稳，就是有点像昏，就像刚从跑步机上下来那种感觉，就是靠，对，就靠惯性感觉在往前走的，就在那晃的。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吓人，还是挺爽的。是挺爽的，就是反正有扑腾一下，有感觉。但我稍微闭了一些眼睛，我一开始闭了，后来我今天就贯彻的，我来都来了，然后你就这么做了，我睁开，然后我觉得打了柳絮就飞进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叫 Black Skirt。我们看见了几秒日落呀？十秒。这后面也在吐槽吗？对呀，还是感觉像是不错的。前面这块也是感觉不错，后面就不行了。后面就不好。但是我录到这为什么呢？这为什么呀？我来看一看。第一口，先喝奶盖儿。哇，好香啊，香香甜甜的。还能拉丝。香香甜甜还能拉丝。然后第二口，第二口是什么来着？啤酒哈。然后第三口呢？第三口啥嘞？干了。第三口干了。朋友们，再见了。
拜拜啦，环球。我们今天快乐的一天就结束了，坐了过山车，然后看了喜欢的演出，看到了漂亮的落日，虽然说跟想象中不太一样，但还是非常的快乐。也希望大家都能天天开心，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快乐。对，我之前有看到粉丝说，我最喜欢给别人的祝福就是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在这儿还是祝你们天天开心。我觉得快乐很简单，但是快乐其实也挺难的，但还是希望我们都可以快乐。嗯，拜拜，我们下次再见啦，走。